我看出来了，是不是他哥哥嫂子在这住，你不方便，你不高兴了？这不是庆智的房子吗？他爱上谁住，我管不着。亚妮啊！哎呦，来！亚妮，你不是说出差了吗？哦，没事，不怕不怕。那行，我收起来啊。大哥跟嫂子不是搬走了吗？咋搬走？为啥搬走？啊，那个，哎呦，这是庆智生日你买的。不老少钱吧？哎呦，阿姨，这毛巾你从厕所拿的？啊，对对是，这擦马桶的，你赶紧给它放回去。马桶还得擦，这不挺干净？你看挺干净的，没事儿没事儿。阿姨，您跟庆智说我来过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亚妮，亚妮。哎呦，你看，那个，我看出来了，是不是他哥哥嫂子在这住，你不方便，你不高兴了？我没不高兴，这不是庆智的房子吗？他爱上谁住，我管不着。这话说的也对，是庆智的房子。其实这房子是我们全家所有的钱凑在一块儿买的，你说他哪来的钱？我知道，阿姨。知道就好呀，你。庆智跟我们都说了，说你们两个人真心喜欢，那你说，你非他不嫁，他非你不娶，咱是不是一家人呢？啊，那一家人在一块儿，谁有点啥事儿，你不就得互相帮衬帮衬，是不是？我明白了，阿姨。我真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，这吃饭呢，我这不正忙着，你看。没事，我还有急事，改天请您吃饭啊，阿姨。啥事那么着急啊？哎呀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阿姨。啥时候再来吃啊？哎，亚妮。王静志。你说你哥哥嫂子搬出去住了是吧？对啊，他们搬走了。你个骗子！我刚刚从咱们家出来，你看都乱成什么样子了。你回来了？你不是要走一周吗？所以你就骗我是吧？我本来想早点回来给你个惊喜的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你现在对我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。还有，告诉你，你这家我不要。不是，亚妮，你听我解释。